接下来谢可盈到你们了，我看你们一副都是要放弃的表情是吗？不然呢？不，行吧，别放弃，我们不放弃，冲啊！谢可盈冲啊！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一组在准备的过程中是非常努力的。你相信一句话吗？做好准备的人一定会得到一颗糖。哦，谢可盈不会500票吧？哇，我要紧张死了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谢可盈他的成绩。请看大屏幕。400吗？400票。鸡皮疙瘩一身哎！我也是，你看，全场几乎所有人都投了他。天哪！真的厉害！真的，今天表现的真的很好。太玩太帅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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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愧是他，不愧是 Shaky，Shaky 不到，我真的是一个人救全队。我当时真的是脑壳嗡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被打懵了那种感觉。直到我的队员们冲上来把我抱着，当时就在那里摇着说啊，你做到了，我就相信你可以做到，再怎么怎么样怎么样，差一点点留下我骄傲的小眼泪，还好我憋住了。我作为一个 rapper， 我有我的坚持，好吧。他很棒，我真的很为他高兴。我们组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变得更闪亮了。